这多少钱呢？3.5万。你这咋还缺个口呢？谁咬了？吃了？这怎么还缺个口？我咬的。你牙可真硬。我这是一防万一，他当时给他打掉，怕我裂进去吗？啊，等我看一下。咱俩关系老铁了，6000。你看这啥品质，这么高级。6000。姐姐她想要个镯子，她圈口又不大，中间如果圈口大，还想给自己家宝宝整个小铜镯呢，整不了啊，圈口又不大，5.8的，中间牌子就只能给她老公做个挂件了。做挂件是没毛病。对呀、啊。那我看那嘎达有铜镯，我觉得安排俩挺好，这票花一趟呗，哎，是不是？这也需要钱吗？只要有钱，先谈这个嘛。你这个最低多少钱给我嘛？多少钱嘛？给个实在价嘛。我看你不薅一点，你是走不掉。不能叫薅，咱都一家人，你都老乡。2.5万。8000。别开玩笑啊！不开玩笑了，就一万了，就一万，大哥，好不容易拿出来了，还放那，我都找半天，我才找着一个票花手镯。这现在哪有这种料？起胶带花的啊？他这花色。行了，你别花了。该看都看见，15000的，不过2万，你别谈了，16000吧，不行，我看得到的。哎呀，大哥呀，行了，16000吧，谁都看得到，谁都看得到。那今天让我赶上了，走一个嘛，感谢，带你细细压一下子啊，给大哥压一下牌子啊。哎，就拿俩，给小宝宝的就拿俩。哎呀，我替孩子谢谢你了，行不行？做不了，你送俩嘛。哎，感谢大哥，别说了。远山清秀，静水淡雅，这样的半山水手镯有没有荡漾在你的心坎上呢？